哎，你看，这个晚宴邀请的光彩挺多。哦。啊，咱们我心飞扬、舒星宇、明日游、LP、蒲公英。咱们还去吗？去啊！不仅要去，还得风风光光的去。你就穿这个去啊？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作为飞扬公司的唯一女员工，场面不撑一下。我今天一天都在更新无敌五将，而且现在回去太堵车，来不及了。啊？这是什么？什么审美？不十百点千万十万点，三百万，我没数错吧？哎哎，你说这，咱们这恋爱盲盒上线不到半个月，哎，流水300万啊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一年零五个月就能破亿了，成了！那么俗啊，就知道钱！我跟你说，这说明咱们的事业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哎，好。我觉得应该让两个组长担当一二三，来来来！你说他俩研究什么呢？这还不好猜。你想，现在公司最棘手的是什么事？黑客。喂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给我地址，我现在过去。你松开！啊？你们两个的事儿，你们两个自己解决，别跟这小子客气，听见没有？我宁，转过来，像个男人一样。这有个男人，你转对地儿啊！做错的事儿就要接受惩罚。买了什么呀，刚刚？买了个锅。我买的那是。你这衬衫这么皱。当睡衣了。但你好像都没洗。不脏洗什么？我穿过呀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得洗了呀。还挺薄。你和李寻不会还天真的以为我现在和大学时候一样吧，只能靠能力就能出头。朱月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场景好熟悉啊？李寻，对付 LP， 你还有后手对吗？你怕他？
没错，我怕他，我又恨他。所以很公平，你怕他，他们怕我。那你怕谁？老子谁也不怕。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要被判几年啊？李寻被定罪不好吗？所以你是要我要送他故地重游？李寻胡林是吧？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入侵的 LP 游戏公司的服务器，请你们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。他前不久刚才告诉老李，他这是犯什么事了？刚入账没多久，感觉人挺好的呀。狗改造器是不行。正当竞争不过，开始用这些旁门左道了。你们是要毁掉我的七国争霸呀？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们等着坐牢吧。上车吧。不了，我自己走。那你小心啊。朱月，对不起。我没那么严重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，喜欢跟自己较劲，吃药可以缓解焦虑，你不用那么在意。以前的事情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。李寻，高建宏有句话说得对，一个人是爬不了山的，你不能低头，我不允许。李寻，李寻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朱组长的朋友，知名画家田修竹，著名的。认识。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生闷气，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到底有没有跟那个画家在一块儿？我问他，你让我问他这些怎么问啊？喂，郭总监，我到楼下了，没有耽误面试吧？好，我马上上来。朱小姐。这么巧，好久不见。巧吗？你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给你个建议，离我远点。你不用这么抵触我，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，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。听不懂是吧？我是坑蒙拐骗也好，饿死街头也罢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和了不起的简历，有多远躲多远，明白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早在大学时期到现在，我就一直期待和李寻来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。
这场较量的结果一定会非常的惨烈。就算李群再做错了什么，至少他对你一直是真心相待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给任何人机会，永远无条件地站在李迅那边。相比大学四年到现在，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折磨，这一刀还远远不够。你赢不了他的。三年前，我就已经在等这一刻了。我要的不是钱，也不是一家公司，我要的是尊严。我失去的，他都得还回来。李雪，我认为今天的事情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？你让我走可以，那你考虑清楚，我今天走了以后，我还会不会回来？那也是你的选择。好，你说的。感情用事对大家来说都是负担。你自己想清楚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回家吧，别让你父母担心。李寻，你现在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那就千刀万剐，罚你下地狱。那还是算了。李寻，那你可记住了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背叛的人下地狱。方志静啊，请你最好答应，如果让我发现你在背后有什么小动作，上次我放过你，要是还有下次，我一定会彻彻底底毁了你。你别跟我说这些，不信。李寻同学三年前破坏比赛秩序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属于违规。组委会决定取消上一届与他同组的朱韵和高建红的一等奖的名次。李寻、朱韵和高建红三年内不得参加比赛。宣布完毕。来朵玫瑰吧。想要吗？还好，但老板辛苦了一晚上，得照顾一下生意。51朵？这么贵啊？全要了。祝你们幸福。
谢谢啊。谢谢小菊。李寻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有我在，你不用再浑身带刺的去对抗世界了。就像这花一样。我知道了。